OK，这里是法拉盛罗斯福大道。今天准备去买一个炸鸡汉堡包，之前吃过的非常好吃。我们走过去看看。你干嘛呢？那就这一家了，炸鸡汉堡。啊？我嚟之前嚟买过嗰间嚟。系啊，泰式呢个买嚟，哦 sold out， 冇得买哦。意思说就是没有包可卖啊？目前现在暂时。哦，我看你那牌子在外面。外面那个是没有的。好，谢谢啊。最后过来这家东王朝滋味馆买凤爪排骨饭，之前吃过的非常好吃。你来个凤爪排骨饭。这不用吃了吗？比较红椒排骨粉，呢度买一个，跟住嗰度买一个。因为你嗰度买。你有冇其他嘢啊？冇啦，嗰度嗌嗰啲系嘛？叉烧饭系咪嗰度嗌噶？定系你呢度一齐嗌？嗰度，我呢度有乜啊？哦。牛肚，三个吧。牛肚几多啊？三个吧。三个牛肚啊？还要呢？OK， 刚刚看到了我们去东皇朝滋味馆买的凤爪排骨饭，6块钱一份。排骨，凤爪排骨饭，6蚊鸡，试下睇。听讲话，港式嘅排骨凤爪排骨饭系几好食噶，我开嚟试下睇啦。今日嘅居然冇比差，排骨都几多，都冇比咗差，6蚊鸡。看起來都抵食喎，點解抵食呢？一個鳳爪都要4-5蚊啊，點心鳳爪排骨都要4-5蚊啊，一個咁啊6蚊雞，當單此食，唔錯。因为买个点心呢都差不多价钱了，而且个两样啊，味道都不错，几好吃。东皇朝啊，味之馆啊，外卖啊，不是楼上点心啊。味道真的不错，好了。
食咗先讲。有鸡肉朋友去买，去试下睇啦，应该系抵食嘅，两样嘢喎。OK， 唔该，拜拜。